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你们，啊，在干嘛呢？我洗点菜。这是什么菜呀？这是那个地里摘的野菜。我要回去办点事，要走一段时间。你今天就走吗？对，来告诉你一声。那你能回来吗？你想叫我回来吗？这林哲也在呢，这不帮你干活不挺好的吗？林哲，我刚走了。林哲，下了没有？走，那我回去吧。林哲，我们先走吧。行，好。杨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出来两个多月了，那边有很多事要忙的，我要忙一段时间呢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林门。现在家里好多活，我走不开。那你和叔叔阿姨商量一下吗？嗯，现在不是茶叶要开开了吗？然后还有种菜，他们忙不过来的。杨哥，你到底还回来吗？如果我能回的话，我尽快回来。那还回来干嘛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杨哥，不用理他，我们先走吧。哥，咱吃了饭再走吧，我去给你做饭去。不用不用了，我是赶时间的，我现在就要走的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别说了，安哥，你得把这个带。我不用了，林妹，你留吃就行了，林妹。都自己做的这个土豆面。那好吧。嗯，然后我再给你拿点春水，你不爱吃吗？不用，我现在走，这个赶时间的。那我送你吧。你回去吧，林妹。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